大宝子一天要开始了，大宝子啊要开始了这一天的活动。这就球形闪电整上水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电后面谁啊？哎，从家里刚出来的大宝，先溜达溜达，看看自己的领地。海宁一早上妈妈没有抱，开始闹情绪了，妈妈安抚一下。我们的赫拉小公主一早上就在窗户这儿，哎呦喂，赫拉小公主开早饭啊啊，你知道开饭啊，凤九你看大宝馋猫，我给你们拿啊，你别扒了，这让你扒了的大宝啊，啊，还我一些吧，这些还我，这还我的，你拿那些。哎，他凤九又开始跟着走了，来来来，你别哪都跟着，吃你自己那一堆去。快，凤娟，这都哎呀，你看这家伙，这一堆你的，这一堆你的，啊，这一堆你的，快，快啊！这大宝子呀，大姐也下来了。你咋就上这面来了呢？啊，这一堆啊，好，那你拿这一堆吧。拿这一堆吧。哎，那再给你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换一堆儿。这武汉在那研究啥呢？你像个跟屁虫似的你，我走哪你跟哪呢？那这一堆给你啊？啊？哎呦，吓一跳，给他。啊，这一堆给你了，你呢？好了，这那一堆你的。哎呀，馋猫这一下带了几个孩子，一二三四，自己带四个孩子啊，正宫娘娘。好了，放球。这武汉你就不好好吃东西啊，大宝子又回来了，手上拿了个啥啊，手上拿了个啥，这眼睛给我撞倒了，武汉，那能撞？哎呀，太牛！你这吃个东西开始歪着脖子，来，武汉下来。哎呀，好。别玩了，玩的一天。哎，大姐一堆，赫拉一堆。裤子拽坏了，凤球，你在后面干嘛呢你？这家伙不吃鸡蛋黄的也开始吃鸡蛋黄的了，师傅。啥也不是，选手干啥呢？
靠实力干饭的各位。肚子，吃一肚子，就吃一肚子。慢点，武汉。哎，慢点。哎，馋猫闭嘴。饭的大宝，三位可能兄弟俩去看下一个，我们去看一下晚上做的有什么。又打起来了。这两个小的，他俩不行。一个背摔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哈哈，这马也抠的这个认真呢。你抠的这个认真呢？别抠了，哎。好了，那假的小草上一口，这家还是喜欢馋猫啊。大姐和凤姐在干啥呢？哎呦，那家觉不睡，抠脚丫子呢。嗯，大宝睡，大宝睡。这小不点儿。小点，哎，能下去不？还行，能下去，要往妈妈怀里钻了。哎，没去，哎，又要上去，啊，不上去了，回妈妈怀里了。这家，人家都忙着睡觉，这个熊孩子呢，又要作，又要作，啊，又要作，给大宝整醒了。这个熊孩子一天，嗯。你说，这啥也不是，睡醒了。哎，太逗了！这一会儿去追那个。啊啊！小宝宝，这个小大宝宝。我们来这儿找一整猴子。这最大的一只公猴。等明天你那秋千不玩给他吧？他也上玩滑梯去了。哎呀，不玩了，我要上去。好了吗？对，好上去。剩余哪去了？不是，那个滑滑梯去了。剩余。嘿。哎呀！不，剩余。别这，剩余别这。哎，杨可，你看那一只，哎，这个毛特别长。哎呀，你看。大宝子看着人来人往，还挺好奇了，闹心了。看这尾巴的多长啊，嗯，咱大宝这尾巴多长啊，孤单单的背影。表演型人格。这球做的不好。我想上去。这小猴好看啊！又爱玩球。下午2点了，这武汉玩够了。
风就开始抱着睡觉了呀，好像都不闹腾了。哎呀，那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宝子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啊，出来了。三个媳妇齐了，孩子一个没看到啊，这后宫。谢谢您的合作。咱的球形闪电要活动了，各位。哎呀妈呀，刚说要活动怎么停下来了？小脑袋看一看，瞅瞅瞅瞅二宝啊，你看看看看看啊。妈呀，球形闪电这拉了泼屎，要冲了要冲了，球形闪电要起来了，各位，咱球形闪电要活动了啊，球形闪电要活动了，撅着屁股撅着屁股，哇，找线路呢找线路呢，看到车了看到车了，你好，哎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大连。哎呀呀呀呀，有点跟不上节奏了。因动物习性及生理构造不同，我们为动物的球形闪电营养均衡、种类丰富的乐一乐，以适当的饲喂方式，已经能够满足动物们每天所需的营养和能量。下来了。额外的投食会让动物的营养失衡，造成嘚瑟一圈舒服了。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。啊，这嘚瑟一圈舒服了，各位。自带食物投喂给他们。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看看咱的，谢谢您的合作。球形闪电，嗯，迈着大步，丢了丢了，扭着个大屁股。哎，这球形闪电，嗯，那咱守这凤九也不容易啊。远处那位啊，这滑梯都干倒了，那不是滑梯，跷跷板。哎呦，这熊孩子，捏捏捏捏捏，这跷跷板就他整的。啊，这位啊，他整着小秋千。哎呀，静静呢？这个在那边看，是怎么给跷跷板干倒了？嗯，看见了。你是不是想到滑梯呀？你是不是小飞机？把车上的人家翻了，悄悄把你翻了。大宝啊，凤九呢？快喝啦！喝啦第一名，凤九在这武汉，胖九，啊，泰宁唧唧歪歪，馋猫来了，大姐带着一红。大宝子回家了啊，回家吃吃东西。第一次给各位拍长视频，拍长视频，因为不是专业的，拍的也不好，拍的也不好，大家见谅，大家见谅。以后我们啊可以多研究研究这个长视频，长视频，大家看起来的效果和感觉啊也会不一样。最后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亮亮，到亮亮的那个小橱窗里小店里看一看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角度有限，我们看不到凤九和武汉还有克拉那个他们的那一小堆吃饭的地方，我们有些看不到，我们有些看不到。这样可能能看到了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